要辞掉？打电话要回家，讯息不读不回，美术在人间消失，可以赶快。你不知道说找他人有多烦恼，不是不知道，有可能有他的理由。心里抱歉，我没怪你的意思。我知道了。那就两个字哦，鸡扒过你又是安怎，手又断去哦。吴建云的消息啊。喂，小凯喏。执行长，你刚有找到嘉云？有啦，找是有找到啊，啊，不过头拄我有急事，阮两个分开啊。今麦唔管我安怎打电话伊，伊拢唔接，我真着要急死啊！小凯，你是伊闺蜜，你想看麦？嘉云心情不好的时阵，伊拢会走一台。伊就爱看海，伊只要心情不好，就会家己一个人去海边行行的。兄弟，歹势，我今要急要出去，有啥物代志，另外再讲，哈。嘉云甲志明才识识无偌久，志明找无伊，就这么着急啊。当初我离开的时阵，志平一定更加惊。这个时阵，我阁会想起执行长，就代表我真正爱着伊啊。啊，不过既然决心退让，我也无应该阁想遐尼济，就算会疼，忍一下就过啊。小妹，吴佳玉，吴佳玉，现在可无好呢。想执行长想到连幻听的箭头拢举起来啊！你要下定决心放下一切，才会彻底结束。小妹，吴佳玉。吴佳云，吴佳云，秦王妹，吴佳云，一开始你找佳云姐来陪阿妈，是为着无想要相亲，上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心内还佫有心弟姐，啊，即摆心弟姐回来啊，你煞对伊无啥物表示。大爷，你敢袂好奇你心内到底在想啥？既然你甲心弟已经和好啊，是不是要接受伊？对伊来讲，哪有啥困难呢？你唔肯做这个决定，一定有其他的原因，到底是啥？我唔知影，我唔知影。为着我即马无想要继续甲你讨论哦，该用的代志。执行长，你是不是介意我？你的表情已经搞过啊。第三条嘉玉，大爷，把握机会，好好啊，替我找一个大嫂回来。我拢来啊！我幻听见路很路严重。
拢是假，一切拢是假。我爱你，吴佳宇，我爱你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这什么意思？我要辞职。我不准。你无权利安尼做。我当然有，你是我的员工，公文送到位，我会叫人卖批准。那安尼等公文送到位才阁讲。放手！你是我的女朋友，你袂用个走。我唔是。心里当然啊，咱的契约结束啊。你即摆应该好好思考是恁两个人的关系。莫我讲到伊啊，好不好？我无留落来理由。当然有。什么理由？我，这个理由够。伊在想骗我。我无需要想骗你。你是一个有自信的人，为啥即摆甲我讲话你唔敢看我？你袂用替我讲过话来套我的嘴。莫骗我。你跟我同款，其实咱两拢在相骗。等你代志变讲迄天，看到你的闺蜜出问题，你敢知影我有偌生气？再莫找无你。你敢知影？我真正着急到着要死。小可讲你去海边啊，我着随过去。找无你的人，今日出意外，我伫海边啊喊你的名，讲出我心声。你敢知影？彼当阵我是着急到着要哭出来。吴佳宇。我介意你。原来迄真正是执行长的声。迄当阵我才知影，知影我想看来到底是咧想啥，所以嘛，请你后界莫阁讲我，我甲心中过去的感情偌好都偌好，迄过去拢是过去啊。我要紧的是怎？你别问过我，问我是不是教的。你当初我真正不知道我在想啥，所以我无得回答你。不过即马无够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嘛会当坦白的回答你的问题。吴佳宇。其实我，莫讲，拢莫阁讲啊！应该跟你做伙的人是心迪才对。为啥一定要是？因为伊，不因嘞，我无想要让伊知影我的背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无想要让伊感觉伊亏欠我、同情我，这毋是我要滴的感情。因为安怎？因为安怎？你讲啊！因为你根本无法度讲出一个答案，因为连你家己都无法度说服你家己对吧？
唔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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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你甲我讲，到底为啥？甚至是因为得到坏人才离开你的。人回来啊，手指嘛应该还在啊。三年前没完成的求婚，现在应该完成。执行长，我祝恁两个过得比较早更加幸福，加油！